酒吧有鬼 ，CCTV 帮手捉鬼。我受咗内伤唔激得噶啦，你正经啲讲点捉鬼啦？捉鬼用保鲜纸，打鬼用朱古力。想正经啲，学下英国客尔呢间酒吧个老板娘啦，怀疑酒吧有鬼搞搞震，就醒到用 CCTV 捉鬼啊！嗱，左下角有个半百岁、长头发、着毛毛外衣嘅女人、啊，冇料到，正常嘅。事关酒吧俾客人投诉，无端端会俾人撩头发，啲灯同机器又会自己熄、啊，忽然间水浸都试过啊！惊到震嘅老板娘，可能藉住 CCTV 插到空，会安心啲啦。